一个也不能动。哎呀，你个衰妹嚟啊！食得粒话梅咁紧张，你真系。哎呀，二嫂你唔知道啊，我这是拿来练功的。吓、啊，练功啊，话梅、啊，望梅止渴啫啩。哎呀，系练功啊，你都应该食多啲鸡脚汤，咁先至会鸡咁脚噶嘛，系嘛？黐线。有未啊？有个好提议，练功你应该踩单车咁啊，练到脚骨力啦。踩单车啦。嗯。边度去搵单车啊？单车啊，易话为啦，铺头门口咪停住部咯。啊？门口有咩？嗯。切，三轮车嚟噶嘛？三个辘咪单噶咯，系嘛？咁你都唔识。哇，你都算古物啦，叫我帮你去运货系咪啊？啲衰女包咁鬼醒目嘅，其实几好噶啦。一嚟咧，你就可以练到脚骨力啦；二嚟咧，你可以帮运到货喎，一举两得啊，好嘢啊！系喎、哦，嗯，反正训练也要花力气，系咯，何必浪费资源呢？系咯，做点好事也行。多谢多谢，系咁话啦，啊，要搵咩啊？哎呀，咁我真系醒目嘅啫。誒唔係好多嘢嘅啫，你去昌記嗰、那個誒嗰、個超市嗰度咧，就攞米酒兩箱，天地一號咧就三箱，誒嗰、那個仲有個顧家酒咧就五箱，怡寶咧就六箱，嗱咁多。哇，唔係好多嘅啫。唔係好多，唔係好多。咁幾多？大伯成廿幾箱啊！嚇，睇見你咁恩細照顧你添啦，已經。嗯，得啦得啦，誒幫你啦。唔該曬。唔使。哎呀，睇車過馬路啊嚇！哦，谁都要等住啊！飞毛腿嘅咩咁快嘅？好热啊！快把我晒干了。系、哎、知你辛苦啦，嚟私人打赏嘅。我唔可以饮水噶。吓、啊，唔饮水？哎呀，尤美啊，你恩滋滋，你想冇想大只手骨起剪呢？你想你就托嘢噶。系喎、哦。你想练大只啫系嘛？系啊，托啦，托啦，来啦，嚟嚟嚟，猫仔，一二个，三，哎呀，喂 ，Michael 啊，我是尤美啊。经过一轮地狱式的训练以后，我现在可是今非昔比啦。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登山的？什么？怕我扭伤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关节的柔韧性好着呢。真的很危险，后果很严重，以后再说。不是吧？哦，那好吧，拜拜。不就是爬个山吗？有什么危险的？真是。优美啊，这个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吗？有些山真的很危险的，很陡的，你又没有去过看过，你怎么知道不危险呢？对啊，我虽然已经练得差不多了，不过我爬山的招式还不会。菲菲，你要不跟我出去一趟？去哪儿？实地考察。爬山啊？啊，就这了。哇，你真的要爬这里啊？好高好陡哎。是啊，那天采访 Michael 就是在这里啊，明天他还要在这儿爬的。哎，我觉得这比比萨斜塔还斜很多，你行不行啊？很危险啊！怎么不行啊？他能爬，我怎么不能？我试试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啊！哎，就是，没事吧？啊，好滑啊！哎呦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不行，人家说失败乃成功之母，我再试试。你真的要小心啊！知道了，别到时候摔了，明天过不来了啊！哎，哎呦！哎呀，算了，这哪里是女孩子爬的山啊？你别逞强了，到时候摔了，那伤到了就不好了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我明天来干嘛？谁说你明天一定要过来跟他爬山的？你可以摇旗呐喊，跟他做拉拉队啊。做拉拉队？对啊。
吧。我俾你笑死啊！你搞咩啊？我在给你加油打气嘛。打气？唉，你打气定分散我精神啊！爬山要集中精神噶，你唔好玩到好唔好啊？你是不是嫌我吵啊？那我不吵就行了。哎，我给你拍 DV 啊，到时候拍好了以后拿回电视台剪一剪再播，正好可以宣传一下我们的极限运动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你只要唔嘈咧，你点拍都得，好唔好？嗯，我知啦，你拍啦。咩嚟嘅啫？系咯，话俾你知啦 ，Hannah 咧就是小两口咁解啦。Michael 已经接受我啦，我现在已经找到意中人啦。哎呀，你得清得佢啊？阿尤美啊，唔系话俾你听咧，其实 Hannah 有好多种意思嘅啫，即系譬如话我同你咧都属于 Hannah 嚟嘅。别臭美啦，谁跟你趴呀？喂，你真唔明定假唔明噶？咁啊，大家一场同事，工作上面系咪 Hannah 先？哎，我明啦，我明啦。即是说呢是男男女女都可以趴得埋一齐嘅嗰啲啊，系咪叫趴拿啦？系嘛？你肯定系会错意，梗系冇啦。喂吓，你哋两个系咪咁啊？咩啫？我当你们自己人喎，一有什么新情况先来告诉你们，你们倒好，一盆冷水浇到我头上来，好丑啊！你哋两个，哎呀，你坐先，你坐先。契女，契女嗱，我哋屋企啲人点会同你泼冷水得噶？不過只要咧就喺理性上同你分析一下，唔係咯，啊，開爺啊！我現在馬上要展開新一輪的戀情，我現在要感性，不要理性。我要一着急了，我还性感呢！哎呀，所以你千祈唔好添喎，你千祈唔好着急啊！你着到越嚟越少嘅话，我惊你忍唔到情郎，忍到色狼。唔系咯，真系，你们怎么一句好话都没有啊？咁啊，的而且確咧，你次次拍拖咧都執二攤嘅，係啊係啊係啊。咁啊，大家自家人咧都為你好嘅啫，唔想你咧做呢個咩容易受傷的女人。唔係唔想做第二手咩二手市場。二手市場。你哋呢次一定唔會噶啦 ，Michael 已經親自答應過我的啦。咩啊？哎呀，唔好講呢啲啦。總言之咧，如果你們當我是康家人的話咧，Michael 就是我們康家人的新女婿啦。嚇？新女婿？乜東東啊？咩嚟噶？奶奶啊，其實我覺得咧，阿有美啊同嗰個米哥拍拖，好事嚟嘅，得配合佢啦。喂，你都贊成阿有美同佢啊？梗係，我聽講佢係呢個財務嘅天才嚟嘅，哇犀利咧！如果有個咁嘅親戚喺度咧，咦冇死啦！喂，阿蟬啊，你諗親嘢都係諗自己嘅噃，嚇？喂，自私啲喎。老爺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啊！喂，老闆娘，啊，邊度落單啊？等陣先嚇，佢如果咧同到
阿尤美拍拖咧，我第一事情咧，我就要嗌佢幫我 check 一 check 阿嬌條數。廚房嗰條數啊，次次都唔清唔楚、唔湯唔水咁噶。真係，哇！日頭冇講人，夜晚冇講神啊嚇！好啊，係啊，係啊，阿 Michael 嚟，阿成嚟，咁好嚟幫襯我啊嚇！係啊，聽講你個燒鵝嗱好出名，咪帶個朋友過嚟試下咯。梗係，你識貨啦，真係嗱，你呢頭點咧，嗰頭就有噶咯喎。係咪咧？咁快！我都話噶啦，燒鵝嚟。喂，老闆娘啊，係又攞冇係又攞，借碗冇係俾借隻人噶。哎呀，所以話你真係冇發達噶，託餐要識轉博先得噶嘛。呢個我哋自己有嚟嘅，所以係自己有食先咁，知唔知啊？啊，咁借隻自己有食啦。係啊，食啦食啦嚇。有米哥，你喺呢边几有面噶喎？哇，我好耐冇嚟噶喎，咁好招呼啊，我真系拗头。嚟啦嚟啦嚟啦，食啦！啊，咩事啊？佢点咗咩食啫？烧鹅奶咯。喂，少唔少啲啊？托加多啲油菜好嘛？喂，我出钱啦。哦，加啲油菜点够啫？加多两碗老火靓汤啦吓，入我数入我数。喂，话时话得八字未有一撇噶噃，咁你话？對佢咁把鬼咩？真係，哎呀，真係又要話曬係佢哋契女嚟噶嘛？乜自己人咪梗係招呼好啲啦嘛？係嘛？得啦，我識做，我識做。嚟，哇！慢慢食。蟬姐，我哋淨係要兩碗燒鵝奶啫喎，你擺到成為餸，我唔俾錢㗎。係啊。哎呀，唔使驚，其實就咁嘅。嗰碟豆角咧，就我老爺請你哋嘅。啊！嗰兩碗老火靚湯咧，就我奶奶請你嘅。啊，至於呢碟咯，喎，犀利啦！牛膀炆牛鞭，我私人整嘅，希望你大家食咗之後咧，就牛氣沖天，就牛頭不對馬嘴。啊，唔係，總唔知牛咁眼啦，慢慢食下，唔好意思。老公，哦，咩好咩好你好，咁高兴咩事啊？来来坐坐坐。哎，咩好啊？是这样的啊。嗯。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财会的账目啊，一向是聘请外边的人呢给我们做。不过最近呢，我听到一则小道消息啊，说我聘请的这个人呢有做假账的嫌疑。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啊，我是几天几夜没吃好没睡好啊。我听说您在这个外边的大公司做过财务总监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把我这些账目啊给我再重新做一下？哦啊。你又想做翻啲數係嘛？多長時間？多長時間？兩三晚通宵，我應該趕到俾你。兩三天就能做好了，太棒了！來來來來來，那就謝謝你了啊！重新再給我做一份，好吧？咁我做嘢先。好好好，那就謝謝了啊！好，好好，再見啊！再見。哦，搞定。嗯，幸亏你给我看了看，不然的话我又上当受骗了。哎呀，梅花啊，这个这样吧，一会儿啊，我请你吃饭。哎，咱们喝酒，咱们这回是不醉不休啊。哥，这个你的心意呢，我心领了。嗯，我仲有啲事，我赶时间，酒呢我就唔饮啦。咁咧，你计埋啲劳务俾我，我下次咧我请你，好唔好？你说什么？劳务费？哎呀，迈克不对吧？哎，你可是尤美的男朋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尤美的干哥哥呀。你说你帮哥哥做这么一点小事儿，这就找我要劳务费，不太合适吧？啊，尤哥，你误会了吧？怎么？边个话我系尤美嘅男朋友啊？啊？你别开玩笑了，那康家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事儿。你现在是康家的准姑爷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，哎，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，别跟我开玩笑。有咩啊？你做乜四围唱话我你男朋友啫？我几时候应承过你啊？你唔记得啦？上次登山嗰时，你应承过我做你嘅 partner 噶。系啊，系登山嘅 partner 啊嘛。你谂咗去边啦？作为朋友咧，我好欣赏你嘅登山勇气同埋毅力。但讲到女朋友，我仲有一个打算。哦，我明白啦。咁我哋听日仲去唔去登山 ？Sorry， 听日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去。哦，
梅，怎么跟过来啊？边个跟你啊？这个山是你一个人的吗？我爬山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唔系咁嘅意思，只不过依家我哋系绯闻男女嚟噶嘛，俾人话咁咪唔会越嚟越深咯。你怕绯闻？很简单啫，嗱，你爬你的，我爬我的，不就行了？好啊，咁口响系嘛？咁啊，等阵就山上见噶咯。见咪见咯。我上次是怎么爬上去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小梅，做咩啊？你出咩事啊？没事，你爬你的吧，我把脚崴了。哎，哎呦！你冇喐啊，我落嚟。哎呦，哎呦！点啊？哎呦！做咩啊，小梅？咩事啊？没事没事，把脚崴了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咁高跌落嚟啊，梗系有事啦！嚟嚟，俾我睇下，有咩事？哎，不要碰我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依家咩时候啊？你仲讲埋晒啲嘢啊？嚟俾我睇下。哎呀，我就算肿成猪脚也不要你管啦，你爬你的山好了。你不是怕人家误会吗？唉，你点解讲埋晒啲咁嘅嘢啫？爬山几时爬唔得啊？嚟，我扶你过来。哎呀，好声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原来你挺会体贴人的。哎。有没有啊？你正话系左脚整亲噶，点解而家变成右脚嘅？不对啊！系啊，我就是右脚受伤吗？唔系唔系唔系，正话我见你揽住你左脚挨痛噶，点解而家变成右脚咧？不对不对，你记错了，我肯定是右脚。唔系唔系唔系，你坐低啦，诶，坐下我帮你验伤啊。哦，坐喺度。呢度系嘛？唔使啦。你伤咗嘛？我帮你验一下。哎，真系唔使啦。做咩啫？哎呀系啊，我老实告诉你吧。我是假装的。Michael， 我就是想做点小动作引起你的注意，想你关心关心我，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吧？你这点要求呢，真的不是很过分，不过很离谱啫。我最憎朋友咧同我讲大话噶啦，尤美啊，你真系令我好失望啊！哎呦，什么脑袋，左脚右脚都分不清。唉，状态好遥远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 ！Michael，Michael， 你没事吧？我刚抽筋啊！你要抓住我，我来救你啊！喂，你自己忍住啊！多谢你啊！你救咗我条命，使乜咁客气啊？啊，我真系唔明啊！你原来一半都爬唔上噶，点解正话爬完全程仲爬得咁快嘅？我看到你有危险，我一着急就爬上来咯。哦，原来爬得咁快为咗我，可能系啩？上次是为了拍你，这次是为了救你。哎，说真的，要不是你啊，我还真爬不上来呢。咁。是应该我多谢你啦，定你多谢我？大家朋友使乜咁讲啊？咁我谂咧，应该我多谢你嘅。喂，你不怕人家误会啊？唔会，依家误会都变成现实啦，怕咩啊？哇！阿姨快啲食啦，快啲食啦，食多啲啦吓，唔使客气啊。嗯，真
系好香啊！哎呀，喺多谢尤美嘅同时，再一次多谢尤美接得。唔使，啲奶茶都够香浓喎。喂，尤美，平时冇乜几可请我嚟食下午茶噶，做乜今日咁好心情、咁阔脑咧吓？乜嘢失水啫嘛？哎呀，你讲啦，唔好咁嚟吊起嚟卖咧吓，咁有咩事啫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情啦，就是有了个男朋友的嘛。吓，嗰个 Michael 啊，你哋识噶 ？Michael， 哇，佢系你嘅梦中情人白马王子嚟噶。系啊，你哋系咪等我开心呢？开心。哎呀，點止一開心啊，直情有些少妒忌啦，真係衰！哎呀，我啱先喺樓底度都聽到你把聲啊，你喺公司度啊，你知唔知我打咗十幾個電話俾你啊？你點解唔接我電話嘅？快啲坐低啦，預埋你嗰份噶啦！唉，食鬼食馬咩？我四周人咁刮你啊！阿姐，同我翻去。咩事啫？咩事？你老豆啊，從上海度飛咗嚟廣州啊，就喺屋企等你啊！我爸爸嚟啦。係啊。他嚟廣州幹什麼？我點知佢做乜嘢啊？佢冇同你講咩？哦，咁我知啦，就肯定咧你拉咗个犯，所以咧佢过嚟审犯啦。审犯？佢要审边个啊？仲使问嘅咩？呢个犯咧就系佢嘅男朋友 Michael 啊。哦，他要审 Michael。